開波，直接長傳嚟到個靚嘅位置啦。呢個長傳長啊，夠長啦，不過唔準，有咩用啫？向前場的傳出，界外球，嚟啦！睇你呢下啦！个波向前传，系咪揾到目标呢？出界，界外球啊！分去右翼度。得个差字唔射门有乜用啫？净系激嬲教练同埋 fans 嘅咋？呢球波挡得好啊！踢埋上去，完全唔怕同人碰撞嘅。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有机会入波，一个长传就上前场。高空传球，个传波到啦，真系好波啊！俾佢捉晒路啊！直接长传，呢球波过唔到啦。球正吹雞，上半場夠鐘啦，機會唔係冇㗎，但係真係硬係入唔到波咁解啫。呢場波暫時都算好睇嘅。咁上半場有冇咩特別睇法咁啊？其實佢哋喺防守啦，表現得幾好㗎，守得密密實實，完全唔俾機會對手。嗱，今場嘅埋門都唔少啊，不過咧個比數都係冇喐過，都仲係0-0。下半場而家開始，上半場0-0，下半場就睇過啦。防線守得好啊，根本就冇機會。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呢個直線靚啊！传埋去中路，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成份俾人撞开咗，
哎呦，个攻势就咁断咗缆啦。喂，把握机会啊！临门一脚送大礼俾对方都有嘅。哇，龙门口呢个波都唔入，我系咪眼花？向右翼传出，这个球员一点都不怕挑战的。踢埋上去，到底边个会攞到这个球呢？一个长传上前场，传咗入中路啦，试下解围啦，攞到个界外球，系时候要禁制换人噶啦，啊，而且两边一齐换噃。这个时候换啲有气有力的球员入嚟都好啱数嘅。试下压埋去啦，侧翼走位，跳起一顶，呢个波救得靓啊！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个波反应够快先可以做到啊！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射啦！组织啊，真系唔错噶，系争埋嗰一脚嘅啫。呢个直线俾落去咧，简直可以用四个字形容：完美无瑕。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紧身噶啦噃，系咪要换人呢？起跳啦，过程就不错啦，可惜个结果咧就不多理想。呢球波其实佢射得不错噶啦，下次咧。巧妙的传球啊，传翻去转头拉弓，反应好快啊，又救到，他救到这个波啊，不过呢似乎就对于自己的防线那些球员呢不是很满意的款啊。
而家就等緊換人，一口氣又換咗兩個人噃。呢個換人都相當破釜沉舟喎。話個波唔離腳嘅，有機會橫傳，向右翼傳出。好快進入射程範圍啦！咦，個波出嚟啦喎！啊，佢哋係咪咁嘅結果就滿足咧？好，比賽到此為止。睇到兩隊前鋒咧都真係灰曬啊！你睇下個後防密質質，結果0-0完場。Kimena 點樣總結今日呢一場波咧？呢場波最後打和啦，一啲都唔奇啊！因為兩隊打落嗰個情況咧，都好似唔想贏咁樣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多謝曬 Keyman 今日嚟陪我哋睇波啊！真係開心啊，同你合作。